嗨，大家好呀！周末出来散散步。我们今天来到了科尼岛 Coney Island， 大家看一下。84路公交车下车的地方就是这边。哎，他走上来了，不喝了呀？他这样扫啊？妈咪，我呱呱哒。眨一眨眼睛，我要变魔法。一二三，可以。朋友们，我租到自行车了，而且我租的自行车很便宜呢，有8块的，有10块的，然后我找到了8块的地方，然后每个人是买2送1，也就是说你花钱买2个小时，你可以拿到3个小时。我跟哥哥两个人就是32块，好久没有骑这么轻快的自行车了。我们现在就进入了这个科尼岛。这沙滩上垃圾很多，人少。因为我们坐这个方向就是一个坡，所以如果你倒下去很容易。为了控制平衡，你只能往前倾。嗯，我背后怎么？看一下，说明什么你知道吗？这个毯子太小了。我们现在眼角笑出了泪水。我们现在吃了一点东西，然后要骑脚车回去，因为租车3小时差不多，还有1个小时我们返程。今天的科尼岛就差不多已经结束了一大半了，推荐朋友们过来玩，你可以看到很多风景，停车下来拍拍照，再骑车离开，拜，省时省力。刚才这个人转圈的时候脚不懂为什么抬起来，整个人翻下去，全身都是沙。我为了拉他了吧，我也给弄下去了，所以我现在后背都是沙，还粘到我的腰上，烦死了。我转好好来了，在旁边等他，他转的时候就发疯失误了。啊，我刚才已经给观众看过了。啊，不许推我！你看他自己跑去帮忙捡沙滩上其他人留下的垃圾，看样子已经很久了。